欢迎回来。今天是长江东方之星客轮翻船事件头七的日子，目前遇难的人数增加到四百三十一人，十四人生还，还有十一人下落不明。昨天晚间，一些家属来到距离沉船现场一段距离的长江江边祭拜罹难者。不过，大陆媒体却出现多篇鼓吹国家处理英明、被救者和国民应该感激涕零等新闻报道。 却没有就责跟检讨原因，引发网友在微博上痛骂，是悲剧中的闹剧，尸堆上的舞蹈。